Hello， 大家好，世界王不死不降，欢乐不极限，幽默无地界，我是你们的新小贤曾朋友。那么今天就为大家带来 TF 最新改版英雄猴子的详细介绍。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版本的猴子超级弱啊，还敢再弱一点吗？那么基本上猴子不会被选啊，出场的概率很低很低，是一个板凳英雄。曾经呢他也辉煌过，但是呢是吧，今天呢他就是个废人啊，没有任何的卵用。因为现在呢这个节奏很快，而且是以肉为主，像猴子这种专门切脆皮的高爆发后期大后期英雄呢，在现在的排位赛中已经没有任何的卵用啊。那么所以呢重做也是必然的。那么废话不多说，他的被动技能呢跟以前一毛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就是使用技能后下次普攻附带位移效果，并且增加额外的这个物理伤害。那么一技能这里要说一下，一技能孙悟空念起护身咒可在 1.5 秒内为猴子抵挡一次敌方技能，这点非常注意啊，他只能抵挡敌方英雄的技能，不可以抵挡小兵的伤害，不可以抵挡野怪的伤害，也不可以抵挡防御塔的伤害啊，所以呢这可以挡敌方技能。如果挡成功呢，会在获得极短暂的无敌效果，并且获得一个持续4秒的护盾啊，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他只能去打对面的技能啊，只能去打对面的技能。再给大家再演示一遍啊，那大家看一下啊，被打中之后呢，他就会有一个护盾的无敌效果啊。那么他只能打技能，你可以强行开着这个盾去撞对面的里面的圈啊，这样的话可以强行走出来。那么看一下二技能，朝指定方向冲锋，对命中的第一名敌人造成400点加成物理伤害，并借力跳跃落地时，若踩到敌人将还对其造成同样的伤害，再次跳跃啊，跳跃最多可进行5次，每次跳跃伤害递增啊。递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每多跳到一个人，我的伤害就翻倍。然后呢一个敌人只可以，就算你跳中他5次，但是呢只对他造成一次伤害啊，这点要非常注意。如果至少跳跃两次呢，就会获得 1.5 的移动速度提升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二技能会比较复杂，等一下再说。先看一下大招，大招就是把如意金箍棒插到地里，然后造成巨大震荡，对周围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同时晕眩一秒啊，并对命中敌人打上三层标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上去一个大招开出来，对面呢基本上呢我就猴三棒。为什么是造成三点这个应急标准呢？猴三棒呢就连续三下技能全放啊，每下技能都有额外伤害，也就是说提高了爆发。然后大招就这样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大招晕住猴三棒，连续三棒啊，就这样的，就这种意思啊，大招就很屌的样子啊，一大个金箍棒冲天而降啊，吃我一大屌，大屌冲天而降啦，救命啊！然后呢，现在要重点说一下他的二技能是什么意思啊？那么二技能想要演示好呢，有一个关键就是要等兵线啊，大家注意看，兵线要出来了啊，再重置一下，大家注意看啊。好，这下没受伤。哎，先把对面这英雄打死吧，不然的话他老捣乱，你捣乱啊！要等一波兵线来才好演示给大家看啊。等第一波兵线过来，然后呢，基本上呢就可以演示好了。注意看二技能。弹跳上，再跳啊，就这样的，我跳啊，我跳，让我跳，看见没有啊？就这意思，是不是很像个二货啊？这个东西呢，对打团战的时候非常有用啊。也不是非常有用。那么在你移动的过程中，如果你过去之后你什么键都不按，它就会有这种效果啊。如果你
过去之后按移动或者说普攻，它会立刻啊就没有这个效果了。也就是说我进人打团之后，比如说五个人对面五个人抱团了，我一个二技能进去刚好命中一个敌人之后，我弹到另一个敌人在上，我再弹，我再弹，弹着弹弹走鱼尾纹啊，就这意思啊。弹完之后呢，二技能进场以后打团的思路就是二技能进场大招晕住，开一技能无敌，然后二技能砸下去，砸完就跑啊，就这意思。那么以后重做以后呢，他的猴子的趋势呢是一个战士，偏向于半肉战士的。希望大家记住一点，每一个最新重做的英雄出来之后都会非常强，这个时候呢非常推荐大家去上分，而且它非常简单粗暴无脑，不管是花木兰、荆轲还是这个即将上线的猴子都好啊，那么都会非常厉害，所以大家推荐大家去上分。那么如果它上线呢就赶紧去玩啊，也可以去铁斧围玩现在啊。那么基本上呢以后就是走一个半肉暴击流的这么一个路线，它是带控制的，带控制之后呢实际上呢它是提高了续航能力，还提高了保命能力，提高了这个控制能力啊，最重要的是提高了爆发伤害跟保命能力，这点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猴子在前期参团利用大招打到敌人之后能够打出优势啊，就这样子的。所以呢重做之后的猴子呢将不会再是板凳英雄，将重是吧重振男人的雄风啊，再举啊，这一举是吧像当年一样啊，做出巨大的影响。好，那么基本上猴子的介绍就到这了啊。那么他的这个大招命中时候是对每一个敌人啊，是对每一个敌人，他并没有说是对单个敌人，也就是说对命中的敌人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有标记啊，他头上就会有一个这种像一个像驼翔啊，头上有驼翔、哎、好，那么这个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观看，没有点阅的订阅走一走，想知道更多兴趣的可以关注下新浪微博王者小贤，那么祝大家晚安，明天再见，拜拜。